此处魔气更重，看来袭击青云的魔界首领就在前面。不要站在那里说风凉话了，快过来帮帮我。这魔界烈焰穷奇的魔力竟如此深厚，不过一只穷奇便能悄无声息率魔界大军入侵我青云。解封天机谱中神器可提供极大属性，增强实力，助你一臂之力。挑战专属魔王吧，能获得大量极品装备元宝，要装备大魔王就对了。灵儿速去蜀山，与掌门商议此事。速去蜀山，小心行事。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蜀山发生了如此变故。蜀山好像和往日不太一样。走得好慢呀，不如来商城买个坐骑吧。听说把坐骑升到了满级，不但功力大增，形象也变得很拉风呢。王蜀山将一代宗师，简直不堪一击。掌门前去太清殿，命我等在山下等候。待蜀山气息异常，青叶师兄去寻掌门，又久无消息。哎，不如你穿上蜀山弟子服，潜入蜀山，一探究竟。青云弟子，找死！找死！我这是怎么了？
竟会对同门弟子兵刃相向。蜀山众人被瘴气操纵了心智，姿势体大，需立即向门派请求弟子增援。我说，就让我送你个好东西吧。哦，萌萌的中小剑，带上它可以提供大量打怪经验，不养一只可要吃大亏喽。此处施加混沌结界，两侧符文是咒术之源，撕掉符文便可破出结界。巨元帅帝威命，化成掌门的样子潜入蜀山，偷袭长老，打伤师兄。长老，为保护我们，
才被瘴气侵袭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他。飞命的目标是太清殿，你快从这条捷径追上去，阻止他的阴谋。魔界护法北冥魔君守在殿外，挟持蜀山圣女，欲阻止帝妃命的阴谋，必先消灭北冥魔君，救出圣女。今日乃是我魔界翻身之日，凡阻挡帝妃命大人者，格杀勿论。闯进太清殿，掌门他们有危险。魔界必将统一天道，早已来一只，我碾死一只。解封天机谱中神器，可提供极大属性，增强实力，助你一臂之力。挑战封神台，收集天师元魄，修复暗影残魂。多次挑战能让你的天神越来越强。点击这里幻化天神，感受碾压的实力。师父和蜀山掌门如今不知去向，要去哪里才能找到他们？凌霄城的酒楼客似云来，门庭若市，老板娘莫风情消息灵通，
我准备前去打听掌门的下落。哇，凌霄美景果然名不虚传啊。前方就是此行的目的地了。哎呦，客官可是累了，快坐下来歇歇脚吧。昨日真招财，邀好友喝酒，席间隐约提及青云蜀山两派掌门，你可以去交易行找他问问。我有一事相求，兰儿姑娘患了顽疾，我倾慕她已久，希望你帮忙放一盏孔明灯为她祈福。马哥哥的心意我岂会不知，可我怎能用这多病的身子拖累他。喂，我这交易行的宝库总是被那些毛头小贼骚扰，苦不堪言。只要你去金蝉宝库帮我赶跑他们，这些金灿灿的大元宝我双手奉上。嘿，听说金蝉宝库满地都是元宝，赶紧试试吧。好身手，在下佩服，快拿宝库积分去兑换金元宝吧。金蝉宝库中获得的钱器可以兑换大量元宝。哎呀，元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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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青云派，对对，御影门的弟子运镖途中见过你们掌门。你想去御影门？那可得。比翼双飞能不费吹灰之力将你送到城东，还能让你与心仪之人同乘一骑，共赏凌霄风光。真是不巧，御影门来了一群混混在闹事，帮里的弟子都赶去帮忙了。你若是能帮我们解决这些混混，救治受伤的弟子，我可以去帮你打听你师父的下落。打听到了，你师父准备去制服困扰八方的蛮荒魔兽，不过听说那妖魔栖息之地好比虎穴狼巢，只怕你还未找到你师父就已身首异处。你不妨先见一见白小生，寻求提升修为之法，再去找你师父。解封天机谱中神器可提供极大属性，增强实力，助你一臂之力。
唉，既输给了你，自然会遵守承诺。说吧，你想知道什么？城南有一修真者，人称九痴，熟知得道飞升之法。你带壶酒去，定能从他嘴里套出一二。哎呀，天气这么热，可不高兴做生意。此树原枝繁叶茂，一夜之间草木枯萎，害我没了树下这方阴凉。若是还我一棵葱茏大树，我便将酒卖给你。没了日头的毒蜡，我这生意可就好做多了。这壶酒送给你，就当谢礼了。老头，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没大没小。哎，你倒是带了壶好东西啊，只有这个可不够，你再去买点肉来给我下这壶好酒。哎，当然有，客官您收好了。滑嫩香软，是块好肉。哎，对了，我这柄剑生锈了，你帮我买一把新的来。客官，我们这儿十八般兵刃，样样齐全，您慢慢挑。看你诚心诚意的份上，我便告诉你吧，凡人修真乃逆天改命之大事，想要参悟天道至理，必经历重重难关，方可通关凡人修真，飞升境界，战力被动技，逼格轻松 get。
天灵灵，地灵灵，看相算命我最行，上知天文下晓地理，博闻强志通古今。别人打魔王爆装备都是做广告，世界魔王可是真的爆呢。
哎呦，客官可是累了，快坐下来歇歇脚吧。客官可是累了，快坐下来歇歇脚吧。Thank you.
瓜熟蒂落，水到渠成，你一路修行，终会与你师父重逢。我见你骨骼清奇，天赋异禀，不如去见一见姜太公，他深谙修仙之法，定能助你功力大涨。我娘子成日与我怄气，我却不知其中缘由，只能躲在此处垂钓偷闲。唉，这卫兵桥常有如花似玉的女子路过，我娘见我爹天天来桥上偷瞄，自然会生气。如果我爹能买些胭脂水粉送给我娘，我娘一定很高兴。客官你拿好嘞。这老东西还会买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，我得去买点牛肉，晚上给老头子下酒。我娘子真的原谅我了，太好了，我可要好好谢谢你。你向船家出示仙舟令，便可以上船参与渡劫仙舟，获得大量经验，迅速升级，还有贵族宝珠，这可是个好东西，让你体验体验贵族的特权。渡劫仙舟可获得海量经验，一加一大于二，组队参加伏魔战船，不仅有经验加成，还能提高效率。Oh!
天灵灵，地灵灵，看相算命我最行，上知天文下晓地理，博闻强志通古今。解封天机谱中神器可提供极大属性，增强实力，助你一臂之力。Thank you.
这雕像可是本届仙盟争霸中冠军仙盟的盟主。这位盟主胸怀大志，有勇有谋，凌霄城不知有多少少女都想嫁给他。你的实力有了明显成长，不如去竞技场较量较量，还可获得大量经验和声望哦。